的。不过我有个问题要问你。你想要问什么？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刘婷婷？一点点也算。这是当然了。真的？啊，当然是真的了。我什么时候跟你撒过谎？你喜欢他什么？婷婷，她就像是一个天使，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人不喜欢她吧？那你为什么不和她在一起啊？还不是因为你吗，傻瓜。妍希，你是这个世界上唯独属于我的，我最最心爱的女人，你知道吗？妍希，婷婷，你是怎么会睡在我的床上？你跟我没有发生什么事吧？不是，昨天晚上我明明一个人在喝酒。不对啊，那样的话，他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哦，对了，我还记得昨天晚上燕西他在门口等我呢。燕西呢？昨天在门口的不是燕西。啊，你说昨天晚上不是燕西？不是燕西，是我。不可能，我明明看到燕西的，而且我还跟燕西说话了。和你说话的也是我。你说是你，那你为什么随便我胡来？为什么不反抗？为什么不狠狠地打我，阻止我呢？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你别紧张，我不会怪你的，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这个。我知道，问题不就在燕西吗？对了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只要燕西不知道，那不就没问题了吗？哎。有些问题你并不清楚，其实我跟燕西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
是啊，其实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。你骗人！你要结婚了，那姨能不知道？结不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同意就可以办了。这件事情我们保密，没有跟任何人说，那别人当然不会知道了。你们俩隐婚了？是的，我们两个人隐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丁丁，你不要太激动。如此。